地将会得到胜仗。全军出击！打个啥呀？不远比。哎呀！这怎么老是 AD 中单，挺让人难受啊。波比的 E 是不是魔法伤害？谢谢疯子在左右。明白什么了？说来听听。把你们说话当放屁。解释那么多有什么用？你老按你自己的角度来发言，发言就发言吧，我也不管了。这个小炮，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一顿往我脸上跳，跳两波了。关键刚才这闪现 W 还没躲掉，不打了，回家了。点燃我要死，十九护甲，我寻卡莎中单的，带错了，不过没关系。第一我没掉线，第二队友没帮倒忙，这就挺好。一换一其实不是那么非常赚的，一般般吧。来个黑暗封印吧。兵线不赚。但是其实这种无限往我们脸上踩啊，这死哥赶紧来就完了。上路赶开一波算了吧，别瞎赶开了，玩卡萨丁不要瞎赶开啊。我家来抓跟打野说一下子吧，这老一直往我脸上跳，这没办法。等我活，别死，别死！你打不过他，他再把你杀了，你死了，我又不玩了。确实得要个护臂了，没有护臂打我身上有点痛。
打个眼回家，希望这里没有眼，应该没有眼。他刚才晚上 F6 放的眼，这位置压了。马上就到，能打死吗？伤害有点高啊！漂亮，死哥，护币多少钱？560，好贵哟！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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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！你不推，这波我们不好打。我马上跟他拼，黑寡儿，看着点。如你所愿。还行啊。死哥没拿着助攻啊，好像啊，拿着助攻没的死哥，我单杀的。他真敢跳啊，说实话。等我们什么时候打到他，就是见我面了就跑的这种程度，哎，就好了。我决定第一个蓝闪他了，他帮我赶开了一波，第一个蓝给他了。还是他妈拼不过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好可气呀、啊！出门就跳我脸，我操，我还一点办法没有。忍住，蓝脸汉，忍住。虽然这个小炮很装逼，但是我们需要忍耐。上路我估计他从哪来的呀？哎，这人从哪来的呀？我靠，他从我们家野区出来了。小心左边啊，有黄人。
换了也行吧，挺好。那小炮600块钱，太装逼了！我操，这小炮，哎，在我面前装逼，你大爷的呀！中塔没了。没有大吗，死哥？死哥为什么不放大呀？哎，不行，信不了了。我还上，我肯定得上啊！那他出的海妖我不上，他要出盾弓就算了。你是你刚才不放大，你这波死了。哦呦我的天哪，好难玩啊！我非得跟他打字说才行，是不？我要蓝了，没有蓝不行。我不能再给你蓝了，我第一个蓝都给完你，你还要蓝？再给你蓝还玩不玩了，兄弟？把把这样。1250。女儿，我来找你了。人均1000呗，好样的，把我养起来啊！
950，哎呀！差个杀银鼠，差个大天使，差个猫的，先来大天使吧。慢慢换吧，好小可爱啊，把我们换起来，一会儿拿个蓝 buff 就起来了，还是秒不掉小炮，我打他我就一秒钟他就死，还秒不掉他，慢慢换吧，一个一个换，差一点点。杀银书不能要，这得要大天使，这且不来的杀银书，守中啊，中塔谁守啊，这三个人跑下路去守啥呢，飞你你不死啊，飞你听不出来，我操！你打不过他，你别追他了，你打不过他，算了，我这卖了吧，我现在急需一个大天使。这伤害不够，这法强不够，我刚才杀那皇子就剩一丝血，要不我全收，那小炮都得死，我们这把只能一打五，因为这队友只知道送，永远就会把他们把他们家五个人全部送下来，那皇子搁我旁边，不要了，给了。你觉得这波龙我们配去要去吗？
事他死定了。嗯，几个人这波打赢了，不可思议呀、啊、居然能打赢，不可思议。那小炮让谁打死了？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那个皇子跟那个小炮绝对是双排，这俩人无脑框我，发现没有，就是我一个这样有位移的英雄，他无脑框我，他不去框别人，他只框我，发现没有。跳啊！大招不给我，你早就给韩冰了。也行吧，我把他们家俩 C 全杀了，以后去打个蓝 buff， 追踪就晚了呗，追踪就。我先扫个巫妖。这波可以打，但是没金身不好上啊。这盯着我杀，对，就盯着我杀。啊，对，就一直盯着我。哎，这你不把他追死啊？我金身没有吸地，刚才其实还是傻逼了，你知道吧，再慢点上好了，就一直让他们盯着我，哎，就瞅着我，就让他们一直瞅着，我不上你们谁也别上，后边我们队友就一直打，就不上吗？不是喜欢盯我吗？那机器人他妈就搁那晃，哎，硬盯着黄子一抠不交，就在那盯着我，就在那瞅着我。那黄子干啥呢？
小龙也可以，大龙小龙都行。让你他妈盯着我，跳我脸。来盯我，去你妹的了，还盯我，你还盯我。打大龙吧，打大龙吧，这拆不掉。这为什么不打大龙啊？他全死了，龙咋不拿呢？算了，不拿龙拉倒吧。来拿龙都完事了。寒冰掉线他们都打不过，我就这么告诉你们，我现在踩一个死一个，除非踩机器人。这永霜卡萨丁我还是没太玩透彻。全是眼儿啊！这波中路可能会出现三个人，要不你走吧，真的要不你走吧，不好打，算了。找个人开始偷了，也没什么办法。你俩打他俩应该能打过，皇子没伤害，他没伤害，上去打。那皇子有个屁伤害，你那露露还有大呢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不用举报能赢，跟我走。能一波，你跟我走，我能杀好几个。
跟我走就完了。那小炮像有病似的，一个劲儿往我脸上跳，像跳。我有巫妖，马上。马上有闪现，先杀他们家小炮。你不是很喜欢往我脸上跳吗？来，我让你跳，把大龙打了。一波不了，那兵线搁这儿呢，快点打大龙。我还真不信，哎呦我，谢手。到那队友了干嘛呢？剩下三个人不知道在干嘛。永霜卖了，永霜加多少法强？60点。卖了能买啥呀？没？冰心没装备换。永霜换炉灯可能能行吧。我为什么法强会这么高啊？你俩能不能等会儿我？我没有金身，我没有金身，这波剑姬儿，我说实话，这么守永远不是一个头，你知道吗？他会无限推的。得打大龙，没事，他推不了。我把上塔拆了，我让兵线好一点。我换炉灯吧，这永霜确实没用，没有千法强了呗，就是。
换了。我们家少人，我换的其实不合适。哎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换着炉灯没法用呢？不行，这女没有伤害不够啊。没有那个伤害高啊。这3400，等一会儿吧。等龙，等龙吧。暗夜收割者没蓝，蓝不够。远古龙，快快快快快！远古龙，如你所愿。上去卖一波。一波能不能一波？跟我一波来！这英雄后期真是恶心，真无敌呀！这玩意儿，拿下！哎呀，拿下！可不容易啊，可